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勋，今天我来欧卡第二集，是第二季的第二集。那这一次我要来运送的货是卡车电池。那卡车送运送卡车电池，那这一次是在欧卡的线上来送货。偶尔会穿插一下线上，然后单机就互换。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开小铃铛。那这次的影片呢，就正式开始哦。那我们就走喽。现在人有点多。原本的货是要从家来送的。都算了，不要了。有时候家里送也太危险了，这边也很卡。那你们看到的欧卡倒车第一集是哪里来的？就是我的欧卡送货第一集来的。那这一集应该是不会剪出倒车了。因为夜晚也暗了嘛，那也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。其实没看到缩图，应该也很暗的，缩图也蛮暗的。或者是假如不单机不跑的话，那我就来跑，也线上也是可以啦，线上也是可以送的啦。不要那个低估这台咯，它连线上都可以玩的，我连玩到都很顺。想想也可以，真的是可以说我真的在 REC 啊，我是真的是 REC， 我在录影片呢、啊。现在只能先定速了。
等一下，我这一集好像忘记说放那个自己的画面了，送那个资讯了。而且我发现到我一下变负41块，因为刚刚的货给取消掉了。操！哎，三宝哎、欸，真的三宝哎、欸，嗯，我该不会要这。要回来捡三宝精华了吧？欸、真的三宝哎、欸，真的三宝哎、欸。真的三宝哎、欸，这个七次真的三宝哎、欸。还有要敲一大圈呢、欸。第一次录影，我第一次录影录到这个夸张画面呢、欸。我本来这也不用上高速公路的，我是本来可以走小路的，干被他挡住。
我本来是可以走右边那条路的，结果哎、欸、被他挡了。晚上，哎、欸，我就直接溜进去就好了。晚上我又不好看，又要不好看到状况。啊，到到了，结束了。好了，这一次的影片呢，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喜欢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加开启小铃铛。那这一集应该不会有那个片头啦，应该就直接游戏画面，然后片尾。好了，这一次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喜欢这一次的欧卡送货，请帮我按个赞吧。那想要。继续看到我的欧卡系列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下去，打开旁边的铃铛。那我们这一次的影片呢，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在下次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